卖地用果拢已经开始大开。一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和暨南大学合办的暨南大学用果季已经正式展开。暨南大学校园内有上千丛的用果树，虽然拢要拄啊开始在开花，目前的花况也毋是介理想。不过主办单位安排伫咧用果树下摆地式泡茶，啊，佮有精彩的节目演出，也吸引不少民众前往享受大学校园的清幽环境。在烟花那清幽的环境中，萨克斯风共音更让人感受那份浪漫的气氛。暨南大学烟花季正式展开，虽然校园内的烟花也只是懒懒散散地开，不过嘛是吸引不少民众，几个好朋友相招来这野餐，享受难得休闲时光。每年都有那个烟花季啊，烟花很少，会不会觉得很失望？不会啦，就出来透透气呀、啊。感觉怎么样？很清爽啊。为什么？啊，来看表演，到处走走看花。不会啊，我们的来这边的意境不一样啊。除了花，因为我们好久不见的同学跟好朋友聚一聚啊，就是有另类的休闲疗愈的作用啊。怎么说？因为我们平常是做服务业，蛮忙的哈，啊，很难得有这样的机缘和给大家聚会啊。配合整个我们南投县的观光活动。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及时的佳节，让我们暨大也能够变成一个南投的景点之一，然后让呢我们全国的人大家呢共同来享受我们南投的美景啊，我们学校的氛围啊，不仅是这个美景而已，而且还有文化的气息。暨南大学烟花季将一直进行到3月11日。活动期间安排有无同款的主题活动，重点内容除了真有文化气息的节目演出，烟花树下摆设地色，邀请大家饮好茶更加是重点。大部分还是含苞待放，所以我们觉得再来，如果天气越来越冷，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预期在一两个礼拜会是我们最开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樱花季呢是连续一段时间。好几个礼拜的，然后我们呢也邀请我们乡亲、我们的校友，还有各地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一起来观赏赏樱啦吼，啊，搁有咱的茶道、咖啡吼、甲音乐、甲舞蹈各方面吼，以及未来的这个美食吼，我想这是一个足好的这个所在吼，尤其是这个樱花吼超过1500丛，这会当讲大家来赏樱了，搁会当带动咱地方的这个观光产业吼，欢迎大家会当来暨南大。大家好，来赏樱，爱来吃保利的美食哦。主办单位指出，暨南大学校园内樱花，以5至10天会开始大开，欢迎喜欢赏花民众把握机会。除了饮好茶，品尝地方风味餐，麦当伫樱花拿手卡野餐，享受无同款的赏樱花气氛。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